这是第四个讲经了，这三个都是书法的，我都不看了，还有很多没看的，但是这个第四个展厅似乎没开呀，不知道呀。我是看到这边有一个像雕塑一样，以为这边开的，其实是不开的吗？这好像是去门上，这边是 C4 展厅，但是看着那个样子都关了，应该是没有在布展。哦，这个又是这个雕塑，这个是唯一一个马踏飞燕的鹿，人家是马踏飞燕，他这是鹿踏飞山。这个学人家马踏飞燕学的太像了。这还有一幅画，是京剧人物啊，生旦净末丑。看看啊，生，这里头哪个扮相是生啊？小书生，这个算吧，但是这个长得一点都不俊俏。呵呵，蛋姐，这个应该是花蛋吧，这个是蛋吧，这些是不是蛋？静，上面那个小白脸是丑，镜应该是老者吧，那是不是这种或者这种？查查生旦净末丑是啥的意思来着，生我很能理解，就是那些书生啊，那一类的，就是青衣那种的。旦的话都是那些女的，花旦啊，老旦啊，都是女的。净末丑，丑角倒是也很容易辨认，小丑那种逗趣的角色，但是静默，默会不会是那种花脸一样的？我查一下。